So I got an apartment across from the park. Put quinoa in my fridge, still I'm not feeling grand. Been a hell of a ride, but I'm thinking it's time to go. Here we go. So put your best face on, everybody pretend you know this song. Everybody come hang, let's go out. 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老狼，这里是老公。这里终于开到离我们家比较近的一个地方了。嗯，老公比那定时器还准。咱俩赶紧来探店吧，在这儿我俩就来了。没有人排队，可比卢溪河快多了。到这儿就买了，买了100块钱的。你排那儿呢？回家测评一下。一会儿见。那我俩就开吃了啊。今天我俩喝的是一包生活家的这几款茶饮料。老狼喝的是这个双萃茶咖饮，我喝的是白桃乌龙牛乳茶，里边都是那种独立小包装的，它是200毫升牛奶，搅拌棒啊。还挺好喝。嗯，它这个白桃味特清香，这个我还挺喜欢的。白桃味道不是说特别厚重，但是奶香奶香，差不多和一个苹果的热量。我这是咖啡味比较重，就是零脂肪健康版的鸳鸯奶茶。你要是怕胖，我觉得喝它完全不负担，你可以配脱脂牛奶。顺便把福利给大家说一下，暗示在一键三连里边就有2个小伙伴，每个小伙伴一盒茶饮料一个杯子，口味就随机了。大家冲，按捺不住了，面前这么多，我想吃泡芙。来吧来吧，来吧。哦，他家泡芙比卢溪河大很多，他这一盒是12个，没去吧？去了吧？这奶油稍微的有点腻，没有卢溪河的好吃。嗯，所以它还是会有点腻。应该是植物奶油，我感觉，但是它这个皮挺软的，甜度还好吧？这个，我觉得再冰一下可能会更好吃一点。然后我们吃肉粉松卷，这4个是9.5块，肉松还挺足，它里边稍微有点酱。蛋糕体特别松软，就挺软的。它好像有一点蛋腥味儿，其实酱存在感不高，不会很干，肉松加的挺多的，嗯，有点硬这肉松，我觉得加太多了，它不是松散的肉松，是很多是多一块儿的，不过还可以，我觉得这个，它的肉松嚼起来比较有满足感，千层酥，17.1块这一袋，因为看见有肉松，所以我俩就买了一兜子。这个很微妙，有点搁着盒那块的，没有搁着盒那么脆。这个稍微有点油，肉松的存在感不太强，加的不多，说实在的。嗯，咸口的酥条的味儿。下一位麻薯，他家这麻薯感觉比卢溪河那胖。我挑一个麦芽没多的，气孔很大的那种。我们确实比我俩那次买卢溪河的好吃一点。不过我觉得他俩家都有点生面粉的味，这个口感软弹一些，比较蓬松。我觉得我可能克乳酪蛋黄，这可得说说，干季也有乳酪蛋黄，就奔着他去的。对，说那个还没做呢，得下午再说了。之前去卢溪河就是跟老公去，排了半天队，没有乳酪蛋黄，然后我自己去就买着了。拿块桃酥啊，尝尝它为什么比卢溪河贵那么多。16.8块一斤。嗯，他家很明显比卢溪河厚很多。嗯，确实酥。嗯，而且它感觉油没那么大。嗯，就是它里边很蓬松，有空气感的那种。
确实好吃一些，但是我觉得也不至于贵那么多。他家好像有四个口味的桃酥，我就听见一木糖醇的可可的原味的，我忘了啥味了，还有一个来杯可可的可可牛乳茶，没烫着。嗯，烫心了，烫着孩子心脏，够薄的。它是那个有点像高乐高的那种味道，就是可可味跟那个奶味融合的特别好。他家这个我觉得带牛乳的这种的奶香味都特别浓，还不错，挺好喝，就是热可可的。嗯，喝过高乐高的扣一，童年的回忆。我小时候巨爱喝高乐高，香草味的，还有巧克力味的。我就喝过巧克力的，我那会儿不爱喝香草味的。老公从小就美食这块永远有他。那我弟弟爱喝香草的，我不爱喝。冰糕，我给你拿出来。感觉这些冰糕长得都差不多。还行哎，肉味挺浓的。这个好吃，很扎实，它的豆香味好浓啊。嗯，它的甜度我觉得控制得很好，其实它我可以打4.3分。嗯，那4.2吧，那4.25。我看他家那个茉莉花饼，3.2一个。嗯，就尝尝有多好吃。那个茉莉花饼好像排名挺靠前的。对对对，茉莉。嗯，哎呦。有点东西啊，哎呦，麻薯不看见了，我不瞎。嗯，这啥香，茉莉味好香啊，我头一回吃的茉莉花来着。嗯，而且它的甜度也特别好，它的麻薯还挺好吃的。嗯，特别 Q， 这糯糯唧唧的。嗯，这好吃啊，这好吃，茉莉花这推了啊。我感觉我吃着花瓣的粉儿，嗯，有点吃茶叶的感觉。嗯，这和乌龟泰的冰激凌味道好像。老狼的爱乌龟泰的冰激凌，不过它后味稍微有点甜，玫瑰花。哎呦，好残忍啊！来了，弟，这么大呀？嗯，不错啊，好吃的，香花饼里这个麻薯都特别好吃。嗯，它这个花香味会更好吃的那种花香，刚才那是清新的茉莉香，这也稍微有一点点甜，还行吧，没那么齁，就这买的少，还就爱吃这个。那麻薯起码这么大一块儿。挺糯的，能那种撑开的感觉。你刚才可没撑开，我可弹出来了。我感觉家家都出这个海苔肉松小贝了。我看他家有草莓的，今儿没找着啊。东西还是不太齐全，没太齐全还花100多呢，得亏不太全啊。酱有点发酸。嗯，它好像就外圈看着酱多，其实里边酱不是很多。你确定吗？我这酱都要炸出来了，大家对比对比啊！不行，必须对焦一下。老狼说酱不多，你瞅我这个。老公说酱挺多，都爆出来了。嗯、试着爆哪儿？爆他那里头去了，爆！他这个肉松海苔也是贼脆。对。不过虽然它酱多呢，我觉得酱不太好吃，有点发酸，不腻吧，又不是很腻，就是口感不太好。当然还是没比锅包叔叔在我心中的地位。不过我觉得他们家优秀的就是做蛋糕这一类的，嗯，都特别软。嗯，这多少钱？20多，7.7，四个，俩，哦俩，好像捡了大便宜似的。我还是这么便宜，7.74也不太便宜吧，差不多跟包叔叔价，29.8一斤，那不如吃包叔叔。但你第一口还行。但你吃多了就有点那个味儿不太对。我说一下他家最推荐的吧。首推我觉得是玫瑰和茉莉都挺好吃的，茉莉的好像更惊艳一点，可能因为没吃过茉莉。对对对，反正就那两个鲜花饼创新入嘛。绿豆冰糕好吃。对，绿豆糕饼，绿豆糕饼，绿豆冰糕确实是不错啊。还有那肉松粉卷、嗯、肉粉松卷，反正就那肉松卷儿就是了，那个卷儿好吃，别的我觉得都一般吧。桃酥也还行、嗯、桃酥能排上第三吗？就是桃酥挺酥的。嗯，莫名其妙的特别就到这里了啊。
然后大家记得参加抽奖，一包生活送给你。好吧，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儿吧，拜拜。